什么都没做过。高中学历，抱歉，我们不太需要。这个工作不太适合你。对不起，我们谢谢辛苦了，明天你不用来了。这一次我能留下来吗？这么安静，大家应该都还在睡觉吧。看来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要更早醒来。有人为了朴实的生计而努力，有人为了更好的未来而努力，有人为了社会的责任而努力。我是为了什么？是在无尽平凡中奔波，还是在渴望荣耀中挣扎？还有人为了工作无问艰辛，平凡的荣耀属于默默努力的每一个人。那你呢？为了什么而奋勇向前？